他不用困扰，必须你必须困扰，不用，天天吃的，啊，你今天你来吃荤呢，对不？你今天你来吃来，咱来吃荤，咱荤你都会，咱荤都会，咱的心就阿婆啊开始在经营起来哈。好，啊，咱先笑起来，咱先笑起来，这个题目叫做喜乐悲喜，这是咱人的过程。那人的过程了，所有天地万物，所有一切所有快乐的，拢爱经过啥？见着佛爱经过啥物？见着佛爱经过心、诸、烦、恐，对无？啊，来呢？咱的佛经呢，爱啥？成叫做行、诸、业，对无？咱人呢，所有的动物呢，爱经过心。二变四，啊，看见这大家拢袂惊吼。现在咱所里边，你们听我来讲，咱的一生中的写照啦，咱一生中的写照，写照啦。啊，那两分钟，好好看我吼，出世的速度较紧啦吼，唔免半分钟就看了了啊。咱要相信无？咱再甲想看卖哦，自白啊，搁啊，甲咱生出来较紧咯。去读册，啊！你慢慢囝结婚来了后，做小姐来做啥物？做妈妈，妈妈来做啥物？做阿妈。紧嘞嘞，有恁半分钟好好去甲想了，够紧嘞个。好，啊！恁先笑一个啦，先笑一个啦。对一个。顶悬个山，为山，为山已经。我笑一下吼，由咱的心情，大家变化一下，卖遐紧张。咱无遐尼紧张，所以无遐尼咯。是啊。久啊，足久足久无含咱大家结了这个婚姻，好，啊用咱的真心去甲招下。
想改变，要离开我。你若有想的勇气，同你。陪伴我看，有没
伊即个物质上有来，伊来的有啥物？有叫做分子，来的有叫做原子。即熟悉了，即是迄落啥？即是迄托帕加，你啊着诺贝尔奖研究伊研究起个哦。好来，咱的生命的元素内面佫有啥物呢？佫有核子、电子、中子。中子，咱先来去了解，咱是要了解讲，我这人已经生在这啦，我对我头是安那来的，哦，所以呢，才来去讲讲啥，来到变核子已经，哦，来到核子，铁碳钢、钴离钢已经研究到这来，什么叫做光子、哦，介子，已经研究这个夸克。这夸克叫做什么？叫做能量。但是这是做初始的能量哦，这叫做做初始的能量。这个能量来过来叫做啥？能源。能源啊，能源就是什么？有加五角星元素要出来，叫做分。等加叫做等。灰搞叫做啥？摸摸的，哦，压缩搞叫做啥？咱的珍珠啦。好，咱叫做啥？空气。因为这叫做啥？无形无相的啊，这物质有形相，变有形相的，变有一个名，一定爱，一定爱有生命。啊！你咧敢听有？伊来我有一个因某某，我食到六十岁，唔要我食到几岁我唔知啊。但是有这个命，一定爱有死的一天。那你相信无？这块厝哦，拿起两担尔，这块厝拿几百年后，虽然伊是铁啊，虽然伊是啥，虽然伊是阿门陀的顶壳壳，用咱的手安尼煮的。唔过呢，伊安那呢？伊是感觉，若有这个名出来，有这个影响出来，有这个名，有这个名，伊一定爱有生命，一定爱有死。安尼咱听无？所以咱的生命的元素，咱的生命的元素有这物件，找到伫遮来，我来西方伫遮，我来地天伫遮。安尼咱听无？我来。不叫一道嘛，拄只会知影，咱前讲哦，一道能源记住了后面，会生物质，会生物质，生物质啦，咱是对只，伊对只对只来，伊生物质来水，太阳系、银河系，来到西天，来到西地，来到西一切。日夜星辰，哎，一切万物所有天地，只安尼，只安尼开始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咱今仔日讲到天伦事着，讲到天伦事着，咱今仔拄着三级坡道，咱今仔已经得着了超生了死的大道，五教圣人所要找的，五教圣人所要找的就是。所以叫做天道，爱甲听无？哦，伊要找咱物件，不过咱伫遐伫迄位摆啊，咱已经早伫源头啊，原来咱有一个真主宰，咱有一个万能主宰伫咱的身躯边。啥物讲？拄只科学，你即杯茶，饮落，足奇怪个，倒去哪会晓饮哦？伊也袂倒去偏仔落，伊是安尼。这叫做自然，自然叫做道。道理应该你唔免去教，啊啦，你免去想，你免想讲我啉这嘴落，到底会是走去大肠里，走去肝内，还走去肺内，还走去腰子？伊甲你应教怎好势？
哦，迄叫做无极，哦，所以咱人来找这个源头，我好这是上小可甲咱比喻啦，这个源头宇宙一动，咱看到整个。间隔是只，什么人在运作太阳？什么人在运作天地？就是这个道，就是这个空性，就是这个物，伊在运作太阳会安那？会转？太阳甲咱照落来安那？咱哪会挂呢？那无太阳甲咱照，安那？万物不生，不是咱在外道呢，不是伊科学家出教呢，不是伊。建筑高呢，太阳、天地若无空气，咱坐伫遮，若无空气，互咱输，三分之一变安怎？伊有人阿达，那五分之无空气好啦，咱大家爱倒位去啊？啊，什么人在搞？这个道在搞，这个空气在搞，咱就是要来找回地天，找回这个珍珠人来做。好、哦，这个咱讲的啊，我还没有人了解。咱的生是天注定，哦，一人一款命，因缘缩到缩细定。咱已经大家上了一代的什么？的列车了，哦，比如啦，我已经上了一代的列车，所遇到的因缘，我人无同，啊，哪无同？话像我遇到的因缘就是。我所生的是三个囝，啊，搁我有一个真水的媳妇，搁我有顶兼的三个孙啊。我阿叔拄到就是这个姻缘，啊，搁含咱坐这个火车来，啊，我擦肩而过，我的亲戚朋友甲我的孙，我要坐到第几站落车，爱看我的姻缘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伫这段期间，甲恁讲，讲咱今仔日。咱今仔日世尊是安那伊的身份，世尊是安那伊身份，因为伊了解着心乐悲喜，超越恶缘对立，安尼咱听无？所以呢，甲咱讲，世尊呢，伊所看到，人伊正片的就是啥物？伊会当解脱，伊正片所看到的是啥？这好，我甲咱讲的，这类似。这个类似有形有相的，有形有相的叫做天地万物所有，日月星辰你有看看到，这拢肯定。但是咱拢无看到对，这后壁后壁看这个，这空，这是叫做空嘛，吼，叫做空性嘛，吼。咱拢看到有形有相的，会死的物件，会生的物件。咱每一天爱用啥物？用咱的空性去做咱的主人。用咱的空性去做咱的主人，咱就是爱叫做净土。啥物叫做净土？净土就是咱的啥物？咱人性与咱的思想所依据的，迄叫做通理咱的啥物？精气神，甲下当啥？有关百害的总主宰，甲咱的宇宙上界大的恶呀秘密啊吼，天地万物。诶，大明君就是这，这是上悬的啊！啊，上悬的号码甲咱比如，这号码这字写出来的啊。后壁咱看到这空无？这空无？所以咱今仔来学，咱今仔来修行，咱来学上花，吼、哦，号码甲咱讲，花伊愈单纯，花愈单纯，愈怎样？愈白。爱花人愈单纯愈白，伊个白会香，安尼敢听？所以即位讲来上李广禄有铺，迄个花人会烧会甲铺会香，安尼听？因为伊花伊分年了，有可能老，吼、哦。比如一个，以前咱常听一个故事，一个护花神啊，一个伊爱顾花啦，伊讲无啊，因为社会人来嘛，社会人来，哇，看到花遐水。刚按到你，按下来就是伊较水，我就嫁人啦。伊较歹呢，我就讲打打好讲。啊，一个天爱人，就是含咱的心就含到。会啥物？会穿套衣裳的。伊讲哦，爱拄食，伊拄食，伊讲阿姐，伊讲阿爸，我来遮享受，伊会好讲。
你钱回来会当给我摕啦，摕倒来就是，哇，漂亮，偌水，哇，靓啊，迄个护花石水漂亮，水甲面上，连迄个钱靠伊身，因为伊安那，因为伊爱的心，对嘛？伊叫我盖屋啦，伊讲哦，伊讲你安尼起咧，甲起先重量都有侪哦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。漏嘴啊！伊才感觉讲，我拄食迄个人，迄、那个人佫把花放掉，放起佫唔好，佫甲看看涂骹咧。啊，你无感觉袂迄个人？啊，我呾想讲，啊，我若一堆花，甲摕倒来我出，啊，唔来偌好。伊才讲安怎？因为拄食迄个人，穿乌衫啦，气氛啦吼，伊穿乌衫啦，去滴着目水的时阵，伊衫。伊个衫是乌啊客，看无，因为伊今仔呾坐侪乌甲乌路，乌袂落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因为伊是已经是咱台湾的，个啥物？个道歉啊！因为你是爱啥物？咱个内心世界爱上花，咱个内心世界爱有净土，对无？即个土，即个净土是要互咱制造要转去到西方边界。西方每天是真的物件，是假的物件，是空的物件，敢袂使把迄个砸掉？敢袂使把迄砸的物件、歹的物件，把它归了去？伊讲你亲像，已经穿一件白衫，已经穿一件白衫，这件白衫你是点乌点？安尼有偏见无？对无？但是咱人哦，我好好感觉出奇怪，咱爱穿。不过，咱拢看到酒店规格的啥物，这个空气，咱拢无看到我穿的这件衫是拢白，咱拢刚看到遐乌面，哎呀哦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白去掉啊，所以这嘛是在讲一项啦，好，你话我才讲不对啦，所以我好好要知哦，咱好认真，咱心安那来，是的。咱先是伊只对能量而来，咱做咱就是爱归位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咱一天啊，哦，咱的一天要归位中堂，什么都不沾啦，哦，好，来，阴阳有调配，剩下讲是叫你大道先呼吸，天来听，心灵空虚，叫圣人，这嘛来改。进迄个啥物人啊？迄个贾伯斯，甲迄个比卡塔有钱个遐个吼，遐可能赚遐济钱，伊免早看有工作，对无？金遐玉条要算啥吼？就是即个大，想法好啊，咱厝里个，咱三家伙啊，哪知影无爱厝？三家伙啊，迄栋厝遐几啊百平，我毋知。你带几个人？带四个人。你算啥？只个大女啊！你看像阮三四人大，朱总总，你拍片干，你嘛唔教我。我这四人，足认真谈嘞。你也听阮三兄讲，认真拖头了足饱啊！伊个是充电的啦，伊个食哦，食好伊会困袂去哦，所以夜晚伊安那行，是咱伊。你看，规日困袂去啊！安尼到尾，伊遐侪有早起无？较唔难啦，到有早起，啊，肯定关三十二、十二个，第十块个啦，迄十块个啦，小小个就肯定关三十二，是毋是？要算啥啦？路先好先，天难听，不食啦，遐人讲个好先，道先。只有两条，世间只有两条，善恶歹，善甲恶。所以咱即来做，光去做好势，你敢知？啊，袂做等于心情，咱即条等进落来，是即段时间是叫咱哪固定个。这是暂时叫咱补消，叫咱大命个。咱要去要来到遐，永远个国家，咱个老保留遐是永远个，即个心理爱。
看我脚花怎么办？要叫我安排一次，哥哥啊，在我过生日这个时间太大，我这个亲自负责，啊，遇到哪遇到前头，一个他的第三场，第三刀，现在你要来看我爸，就给我时间你，我和要不，我当下准备给他身上。妈妈，我会当去天堂呀！你连地府抽名天堂挂号啊？那你也当当去？这爱的什么？爱咱的，爱咱的工业比他多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有地位的人爱打拼哦。你咱把手摕起遐，我唔敢。哎，咱只是人细汉尔，你咱把手摕起，咱在大个所在阿唔好。哦，所以今夜要跳的剩下，还挂袂起啊？好嘞，对嘞。我真正无摸着电脑，我无咧摸电脑，袂算袂晓用。来，重点你来搞下。可以啊，好来，老来才知影，老来才知影，世间无变化，吼，为囝为孙拼性命，老来叹孤单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心头爱聊。关心就爱看看，食人更加爱收着。这甲咱讲呢，这甲咱讲呢，老来才知影何合。以前拢感觉认为我是傻，真正嘞，何合若无经过讲，真正我平常还佫真正我一生都我改变吼，拢袂感觉我我人生安怎讲过去。啊，真好，佫很甜蜜。特别健康吼，大家讲我是老人，咧爬山吼，爬袂起，咧真开接袂起后背，特别疼啊，你敢知？啊，毋过无爬阁袂成，代表我是老人，真正是老吼，够紧个啊！世间无退步，真正嘞，咱人生短短几十年啊，拢为囝为孙拼性命，真正，咱够白相，为着家己咧拍算。尤其在这个时阵，咱真正爱为着家己拍算，拍算啥物？爱好自成功。拄则甲我讲，袂使贪嗔痴爱慕心，迄落，咱只袂当做转，就是贪嗔痴爱。而且真正咱贪太侪，都无很起心动念的问题。哦，所以贪爱贪了着，好，哦，想去贪无事，该去做。这是做人更刁钻呢，哦，对不？这是上面的囝，果然，这爱把咱困难当作是咱的刀，看到啥物会袂得过，咱就爱加大，哦，安尼迄就是吼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先头爱聊的吼，讲有囝有孙吼，老来叹孤单，讲咱叹孤单，你当咩当当，两个老来咧大吼，叹孤单吼，先头爱聊。先叫做一件，一项代志若要发生时，人上天做准备啊。讲你个发生现象，人造啥物，就会显现啥物吼。你个发生现象若装啥物，装贪上无合，即个贪万解决，我硬要注意个。吼，你贪贪啥？贪食，贪要穿好，贪要穿水，贪要啥？你若讲贪钱，讲对咱的，咱底下退出来，啊，都了紧哦。如果咱若贪讲无正常，会与别人争出来，甲咱的咱底下，这我们一世人做对的。咱们一世人一世修，一世成，咱绝对唔茫去做唔对的工课哦。吼，所以咱爱想啊，咱的八十年中若珍惜，珍惜啊，咱知哦。珍惜，咱看到美女，看到帅哥，咱会起心动念，咱真拢会使。因为安那，咱要回归净土，咱爱空无一物，吼、哦，咱才回去。即个气度要回去上天爱安那，即个气度爱内面爱亲爱亲的啊，即个气度内面呐，装一粒啥物较重的，伊就灵化了，爱咱袂。
苗，咱的自信中，咱的八识天中，这些物件都爱斗阵。好，太细了，我这时间你袂得遐紧。好，第三步，正面第三步了袂？原来的规矩。
所以咱树仔知影啥？落叶归根啊，咱人毋知影人归根，足可怜的吼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够笑的啊吼。Thank you.